独家专访法考背后，恢复调度人员负责对考试进行全程监控指挥，协调应对考试前中后期的各项紧急事件。我是考点总监考，负责管理考点的各项考务工作。作为考点负责人，我会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问题，严格按照程序把控本考点考务工作各项流程。请考生放心，我们考点的各项保障工作完全符合法考的有关要求，绝对经得起检验。请考生放心，我是机考考点排查员，负责法考各考点的排摸联系、筛选确认、考务培训。计算机的正常运行离不开持续稳定的电力供应，考点的供电线路和配电设备我都彻底排摸过，确保无误。请考生放心，